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苦灭道圣的第八句啊，第八句鹤鸣去谢头。在前面跟诸位说过赠上慢，因为这个误会在现代很普遍，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定功的人没有问题啊，这个邪思说法了，他有能力辨别，不会受害啊。对愚痴的人呢，就很麻烦。愚痴的人，他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尤其什么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很容易着魔。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国外看到太多了啊，这些人真正是佛法里头所讲的可怜悯者。我们在美国加拿大常常遇到啊，同学来给我说，或是他自己的家人，或是他的亲戚朋友啊，年纪轻轻的二十几岁学佛了，不到一年着魔了，来问我啊怎么办。我头一句话就问他，他是不是喜欢神通感应？没错，就是。那就难怪了。啊，喜欢神通感应，这个念头就是个邪念的。啊，魔用这个东西来做佛事啊，欺骗人呐。佛不用这个，如果佛也用神通感应呢？那佛跟魔你就没有办法辨别了啊！佛用什么呢？佛用教学，魔没有能力教学魔有神通，佛也有神通，佛的神通比魔还广大了，为什么不用神通呢？就是要用神通啊，混淆不清，我们就没有办法辨别了。印光大师这真的是西方大势至等觉菩萨再来的，你看他一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用经教教化众生，还特别着重在因果教育，在伦理道德，他老人家的传心法要啊，是顿伦尽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真是大势至菩萨了。啊，我们在这个到处看到的假的太多了，假的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他到哪里去了？神经病院，神经分裂，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啊，
真可怜啊！啊，这些他的亲戚朋友、眷属来问我，我没办法。啊，这是他自己的业障。啊，他的业感召的，没有遇到善知识。事出世间教学最忌讳的邪思，啊，这个邪思就是邪见呐、啊，邪思维啊，邪思邪见啊，现前叫你进神经病院，死后堕三途，你看看你冤枉不冤枉？啊，来人给我讲，这些孩子都非常聪明，学校书念得很好，啊，朋友介绍他学佛去了，学佛是个好事情啊。没有想到的时候，哎，他还真用功。啊，如果不用功啊，不会着魔。他真用功，他真相信，真干，好了，这个麻烦来了。啊，魔附身了，缠身了。到神经分裂，回头就很难了。啊，什么时候能救呢？看他刚刚有这个迹象了。如果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叫他对那个种修行的方法完全放弃。学经教，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还能转得过来啊。病发作之后啊，那就难了。真可惜，我们看到不少年轻人走向这个道路。今天社会很普遍啊，你说多可怕啊！原本我们早年学楞严啊，念到经文上这些经句，我们也没有很重视，也不知道他这个有这么样严重的后果，没想到啊。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我们也是念念就过去了。啊，各个地方讲经弘法的时候，遇到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话的严重。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啊，那就是佛法终极的目标是离苦得乐啊。如果我们学了，哎，果然呢，哎，快乐了。那你的路子没走错。如果你学了之后啊，这个果报是相反的，啊，是利乐得苦，
你就要赶快回头啊，你的路走错了，你走了个反方向啊。啊，还要注意到佛法是正法，决定是正教，规规矩矩，佛法决定没有投机取巧。啊，佛法绝不重视神通感应，这个要知道，神通感应确实有，佛法并不重视。啊，现在这些神通感应的很多，我们常常接触到，常常看到听到，要有智慧判断，不能上他的当。啊，他说的话，所谓是孤妄言之，孤妄听之，那可不能当真啊，你当真就错了。他讲得很合理，很如法，想想呢，哎，对社会有好处，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决定不带，不能够附带条件，附带条件呢，那我们就要拒绝。这个才是真的啊！只要有附带条件，讲得再好，只要有附带条件，那个条件就是绳索把你捆绑起来了，你就被他牵着鼻子走了，走向魔道啊！你就苦了，他不是解脱道啊！解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在啊，随缘自在啊，只要你有成见，你有妄想，你有执着啊，我们常说啊，你细心观察，哎，这个人他念念想控制别人，念念想占有一切，这是魔，这里不是佛。佛菩萨教人一定是舍弃对一切人事物的控制，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占有，清净心嘛，清净心才能解脱。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解脱？不能脱离欲界，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脱离十法界，这都是标准呐。你会了的时候就不上当了。你要不会的时候，你是有亏吃的，有当上的了。再看底下第九句，何名救济？这一个名称我们也很熟悉，世间许许多多宗教都很重视慈善救济事业啊，其实慈济功德做得最圆满、最彻底的，
是诸佛如来啊。诸佛如来要救一切众生的化身慧命的，要度众生，若如来究竟古地大菩提大涅槃，佛用什么救济？佛用的是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也许大家听到觉得奇怪，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外面托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哪有财啊？啊，佛菩萨的财你没见到，他用的是内财啊。你们讲的是金银财宝，是外财，身外之物啊，叫外财啊。外财施的再多，得的福不大，内财得的福大了。内财是身体啊，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用智慧，用体力，用精神，用时间，为一切众生服务，这服务就是布施啊。这比金钱还可贵呀。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义工，我来替你服务是义务的，不求报酬啊，这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得的福比一般烧香供养那个福报不知道要增长多少倍。啊，越是不求果报，果报越殊胜。啊，希求果报的反而少。希求果报说你自己已经画了一个圈圈，我就要这么多，他就得这么多。你自己不画这个圈圈的时候，哎呀，那个果报不得了啊，不可思议。这要懂得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内财布施啊。啊，第二，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转恶为善，教化众生，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是法布施啊。法布施的果报是开智慧啊，增长智慧啊。师尊教学，真正是有教无类也。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待遇。尤其是看到贫穷下贱，佛对他格外慈悲，格外照顾，无微不至啊。
这是圆满的救济。到了如来故地，佛证得究竟果位，圆满的自性，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本具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所以他有能力随类化身，有能力分身，分多少身呢？给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相等，真叫神通广大了啊！中国人看小说看西游记，那孙悟空比如来佛差远了，那真的差远了，七十二变算什么啊，身上的毫毛通通都能够变成小孙悟空，好，身上一身毫毛有数量啊。佛的化身分身没有数量的，而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不但现有情身，而且现无情身。所以到这个地步啊，救济一切众生呢，才叫圆满。不到这个程度，这不能叫圆满呐。这是大菩萨的修行法，修因正果。我们今天在此地学这个经教，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现前这个生活环境、修学环境，现前这个程度，我读了这个经应该怎样学习，这经没有白读啊。啊，我们现前要得受用啊！啊，所以首先，第一个要救自己，自己一身都是病啊，最严重的三毒烦恼，贪嗔痴，尤其是愚痴。愚痴是没有能力辨别真假，啊，在世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能力辨别真假，你不读佛经你怎么会知道？读了佛经还是没有能力辨别，那是你不用心，你沉浸不够啊，实在讲，讲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啊，性是真呢，相是假了。你有能力辨别吗？沉浸是真呢，虚伪是假了。清
净是真，染污是假了；平等是真，傲慢是假了。你看看世出世间圣人，连谚语都常常说：谦虚的人有福了，没有听说傲慢的人有福啊。傲慢人也有，跟福差不多，很像。祸，傲慢的人有祸了。你看祸跟福，中国文字啊很像。这就是叫你祸福在一念之间，你一念正，祸变成福；一念邪，福变成祸。你懂吗？啊，觉悟是真的，迷惑是假的；慈悲是真的，自私自利是假的。你要有能力辨别真假，要有能力辨别邪正，要有能力辨别是非，要有能力辨别利害。啊，这叫有一点小智慧了。啊，你不愚痴，愚痴就是没有能力辨别，往往呢把是看作非，把非看作是，啊，颠倒了。这一颠倒的时候，祸害就临头了，自己完全不知不觉，这真正可怜了。啊，所以今天最要紧的，第一个是救自己。啊，自己没有得救，你怎么能救别人？哪有这个道理啊？一个人要想真正救自己，不能不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啊，最好的方法，那就是用功过格。你看看这个古人用这个方法的很多很多啊！啊，民国初年还有不少大德还用这个方法。啊，最近这半个世纪没有了，我没有听说哪个人用这个方法。啊，可是真有效。啊，往年我们在台湾提倡，啊，好像还有少数道场发起用这个方法来修行。这是好的。啊，这真干。功过格的标准多半都是依太上感应篇，在我们佛门莲池大师就是最好的典型，好模范。莲池大师用功过格，他的功过格叫自知录，这是出家人。全集里面收着有，过去我们还特别把它抽出来印成单行本，
分量不多，薄薄的一小层。啊，出家人确实可以参考。啊，在家同学，希望呢能够遵守印祖的教诲，用感应篇，用安思全书，啊，那就真正修行。啊，尤其是印祖对安思全书啊赞叹备至啊。他讲，自古以来讲因果，无论在理、在事，啊，在举例，啊，在文字，安思全书都是第一等的。啊，所以安思全书真的可以把它当作过文来读啊。文以载道，那里头载的是正道正法了。啊，在家同学依这一部书就能往生净土，持戒念佛。啊，这一部书里头一共有四种东西。第一篇文昌帝君印之文，啊，文昌帝君也是道教的，印之文的分量只有感应篇的一半，700多个字。这过去我们讲过啊，很多年前了，我那时候初出家的时候，啊，我还记得在桃园大溪关帝庙，啊，在那边讲的，啊，第二个部分。万善仙子讲煞业的果报。第三个部分，玉海回匡讲营业的果报。这两种业最重啊，特别提出来详细讲解。啊，这个因智文就是讲的因果报应。最后一篇西归之旨，劝你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本书真好啊。啊，末法时期呀，有这一本书就行了。印光大师极力提倡啊，啊，在一生当中把这个书印了100多万册，真正不得了。啊，在那个时代，我们不能不佩服。啊，从这里也能够看到印光大师的悲心呐，看到这个世界。劫难马上就要来了，只有这个办法能救济。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在香港住了4个月。
讲了眼睛，住在谭旭老法师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红化社流通的这些法宝啊，我很喜欢看版权页啊，这个也是我看书的一种习惯。新书送到我这个地方来，或者是我买，我就翻开版权页，如果后头印这个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个书我不看。为什么浪费时间？啊，我觉得呢，写书的这个人心量太小，自私自利的心太重，大概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出来。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所以像这个佛书、善书啊，后面印的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哎，这个书我会看。啊，为什么？他心量大，他就有一个救济众生的心。啊，他出版这些书，那就是救济众生的行为。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尊敬了。啊，那么尤其《暗宿全书》，这是印光大师推荐的，决定没有错。真正是传家之宝啊！啊，往年在台湾，这个书我们印过好几版，啊，但是流通的分量还是比不上印祖，啊，这是我们惭愧之处啊！啊，可是最重要的是要依教奉行呐。啊，试问问，我们自己书架上有没有这本书？这本书有没有常常去看它？啊，果然你要常常去看它，你就有救了。你要是大意了、疏忽了，果然看别的经书、善书都好啊，怕的是救济来不及了。这本书是救急难的，救眼前的，不能不知道啊！了凡四训也是印光大师极力提倡的，提倡了凡四训的目的，只是叫你深信因果，敬业三福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
了凡四训能帮助你深信因果，信因果的人能得救啊。不信因果的人呢，没救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你真的懂啊，你才晓得祖师的苦心。幕后一句，或名圣贤啊，圣是殊胜，菩萨心啊，这个心呢也应该念去身，念恨啊，这是动词，这是行动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菩萨心是高心，是圣心，是净心，是大心。能称无上道啊！啊，这里面我们初学的人实在讲也很难体会里面的意趣。啊，但是有方法。只要你自己细心，你去思维，你去观察，这一种行为能够帮助你得真诚心，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得觉悟心，得慈悲心，就对了。菩萨心是什么呢？华严经里面讲的十波罗蜜，文殊菩萨所代表的，你能懂吗？这十波罗蜜怎么讲法？啊，前面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后面四条方便般若蜜，愿般若蜜，力般若蜜，智般若蜜，这个四条从哪里来的呢？从般若波罗蜜来的。般若波罗蜜代表根本智啊，后面这个四条是属于厚德智啊，根本智是实智，后面这四种叫全智，就是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诸位常常听到啊，善巧方便就是方便愿力智，是把般若波罗蜜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啊，就叫做全智。
就叫做善巧方便。菩萨行从初发心，这个信位的菩萨，到等觉，他们的思想言行总不出这个范围。啊，普贤的大愿是把菩萨每一行行行都把它扩充到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无上菩提，道理在此地。啊，普贤的大愿呢，能把这个十波罗蜜扩展到变法界虚空界，这还得了啊？这个心真的是高啊，真的是大了，真的是殊胜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啊。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四摄法。四学不是对自己，对人。啊，四学头一个也是布施。啊，这个布施的意思很狭窄，不像六度十波罗蜜，那个意思太广太广。普贤跟文殊一结合后有那个境界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其深无底，其广无边。所以称为高贤，称为大贤。啊，这称为圣贤。啊，四摄法范围小。啊，那我们今天讲六合敬，六合敬为什么不能落实？没有四摄法。啊，没有四摄法，说老实话，所有一切佛法统统不能落实。啊，落实的方法就是四摄。啊，四摄的精神。就是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四摄法的精神。啊，四摄法用在哪里呢？我讲的很多很多啊，用在家庭呢，用在夫妇啊。你要懂得用四摄法了，你这个夫妇啊，真正是白头偕老啊！夫妇和和，永远和和啊！你真正懂得的话，用在家庭。家庭兴旺啊，家庭快乐啊，啊，用在你的公司行号，你生意兴隆啊，啊，上下一心啊，从老板到员工啊，相敬相爱，互助互助，他怎么会不兴旺呢？啊，问题是你懂不懂四摄法？你会不会用四摄法？
前些年我在新加坡跟九个宗教往来，有人问我，法师，你用什么方法跟这些不同的宗教的时候怎么搞得这么熟这么好啊？我说释迦牟尼佛教我的四摄法，四摄法在变法界虚空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四摄法通通都能够做到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啊。四摄法落实，菩萨圣行把这个文殊的十波罗蜜、普贤的十大愿望通通落实了我今天能做的实在是大菩萨了所做的千万分之一而已啊！我们就做的就很快乐了，做的越多越快乐。学了要会用啊！好像是中国大陆邓小平有一句话说：“何学何用？”我们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何学何用？如果学的这个东西没有用处，你学它干什么？我们的寿量有限，寿量有限就是时间有限，学没有用的东西不就浪费时间吗？浪费时间给你说就是浪费生命啊。说浪费时间你们有什么感触啊？跟你讲浪费生命啊，好像这个东西严重了。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一天的时光就是一天命光啊，不可以浪费啊，不能浪费精神了，不能浪费体力了，我学的东西一定要有用处啊。圣贤教诲有大用处，一生都在学习当中。古人讲的话没错啊，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学不了来世，生生世世都在学习。这个话在大乘法里面非常明显的，菩萨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要经无量劫，要经三大僧祇劫，生生世世都在学习，学无止境啊！成了佛了还在学习，成佛还学什么呢？做出学习的样子给别人看，这叫慈悲业，这叫道家慈航啊！那个学习永远没有间断啊，你才能普度众生啊！
啊，你要不学了，你拿什么度众生？啊，教众生学，自己要做一个学的样子给人看。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啊，三千年前降生我们这个世间，还要搞八相成道，教我们学习吧。《梵王经》上说，他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成佛，这一次是第八千次。这一台戏常常重复在演唱啊，我们要知道的慎行啊。后面这一句我们念一念啊：诸佛子观阅世界，说四圣地，有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协力跳伏啊。这个总结就不必说了，跟前面完全一样。今天就讲到此地。